各位委员，今天是第五届第五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程序。好，报告出席人数。报告本会登记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主席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请查照，第九届第五会期本院委员参加委员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相关事宜在案；二、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并经本院人事处函送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到会；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吴委员秉睿；二、江委员永昌；三、陈赖委员素美；四、刘委员建国；五、蔡委员易瑜；六、郭委员郑亮；七、乙委员宛如；八、施委员易芳；九、王委员荣章；十、罗委员明才；十一、赖委员世宝；十二、惠委员洪泰；十三、卢委员秀燕；十四、曾委员明忠；十五、徐委员永明。宣读完毕。本次会议进行第五届，对不起，本次会议进行第九届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采吴继民的单计法票选召集委员两人，请推举。一、发票员。各位委员，推举发票员。发票员，请江永昌委员可以吗？然后第二，唱票员。还是好，郑明忠委员。然后计票员。哦，宛如。好，监票员。施一方。啊，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人员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啊，点验空白选票总数及查验投票票柜，请发票员江永昌委员点验空白选票总数啊。然后另外请监票员施一方委员检查投票票柜，那请议事人员协助。宛如失忆吧。都没问题哈，啊，现在请议事人员先将投票票柜加添封条。封条封好。进行拍照，进行投票，宣告。啊，进行投票前，主席宣告：一、本次选举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十二时；二、若全体委员除请假委员外，均已于截止时间前完成投票，即进行开票；三、开票结果以最高票及次高票者当选，若票数相同，抽签决定。四、现在进行开始投票，请各位委员依序领票及圈票。
请议事人员宣读选举事项。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二人，宣读完毕。
谢谢谢谢。完全投票，现在也完全投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王仁伟还没给我。现在出席完进行完全投票，我们开始进行投票，请唱票员就位，请计票员就位，监票员就位。好，然后就开始逐一唱票。好。好，出席委员均已完成投票，现在进行开票，请唱票员曾明忠委员、计票员余婉如委员、监票员施一方委员就位。开票时，请唱票员逐一唱票，请计票员附送后登载，请议事人员协助。总票数十五票，发出票数十五票，开出票数十五票，有效票数十五票，无效票数零票，剩余票数零票，票数合计无误。各选举人得票数：陈赖素美五票，王荣章五票，曾明忠委员五票。因王荣章委员、陈赖素美委员、曾明忠委员等三人得票数相同，抽签决定，请议事人员准备签条，先抽顺序签，再抽出召集委员当选人签。拿来这边，明哲，拿来这边，拿来这边，拿来这边，明哲，明哲，拿来这里，拿来这里，拿来这里，对，到这里来抽，到我这里来抽。请王荣章委员。抽完以后就给大家看嘛。好，要这样抽吗？好好好。没关系，给。请王荣章委员先抽。王荣章委员先抽。王荣章委员先抽。按照那个顺序，王荣章委员先抽。好
宣布当选人选王荣章委员、曾明忠委员两人当选第九届第五会期财政委员召集委员。本会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散会。散会。